雷先生你好，我们怀疑您涉嫌一起非法交易的案件，请您跟我们走一趟，配合调查。哎呦，怎么会这样？张同学，你是不是搞错了？今天是我们羽泉公司的签约仪式，我们雷总怎么可能犯错呢？雷先生，我们接到举报，请您跟我们走一趟。雷，what's going on？ 雨辰哥，你不能跟他们走。没事的，我跟你们走。雷总，你不能走，你们是不是弄错了？绝非，你不要说了。我敢跟他们走，正因我没有罪。这段期间，照顾好吧。 不好意思，家属在外面等一下。